思维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做伙归三宝。啊，下礼尊严，五帝祖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。皈依佛陀，两照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啊，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；皈依佛陀，两照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。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照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，一零六八页，第一行看起，一零已经伫过去佛修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动所称赞。这段文无长。甲咱讲，就持得相，依教奉行，确实有必殊胜的缘分，无这个缘分都未着，若是拄着伊有障碍。或者未当理解，或者未当依教修行，咱看念老注解，佛学机法，其实修机，甲事实真相有先甲咱讲，会当真心。真观，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，不是普通人。因每一个人，拢捌去拄着过去佛修菩提记，这个太殊胜了。啊，这个里面。念老甲咱讲啊，唯为印证如是之人，甲伊有过去、佛前领受菩提记，该当作佛，因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。会记得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佛无妄语，当然就是真话咯。咱每一个人过去也捌经历过无量劫，第六道来的轮回，这个轮回时间呢？伊都真长真长啊！天上人间，众生无鬼地狱，咱每一个人拢捌经历过啊！
而且伫即内面受长时间的熏修，毋是偶然呢。那拄着佛法呢，当然嘛毋是即第一次。无量劫以来，也捌拄着真正罪恶过去分。时间真长，真长，嘛捌供养过遮个分呢，嘛捌伫即个佛前受菩提记，该当作分啦。即句话重要，该咱啊每一人拢嘛有分。我应当作佛，原来你拄着这个法门，只要你相信、发愿、老实念佛、肯定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去作佛。难得娑婆六道轮回，为什么呢？就业啊，过去做无量业，有善有恶。善业三善道，恶业三恶道。业力变化的，咱在受业报啊。这是真正幸运，拄着释迦牟尼佛的佛法。我虽然无在世，佛的警告也伫这个世间流通，但是咱来知影，佛法时期确实，佛法是以一百年计算，一个世纪，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，向下坠落啦。那你一定要知影这个现象，来争取时间。快速的通过这一生，拄着释迦牟尼佛，又拄着净宗法门，最难得的是拄着阿莲基老居士菩萨再来。咱做这个啊，回一本。无种原业本所讲的，一字都无漏，用心整理，分作48品，48是对阿弥陀佛48愿来。贡献予咱万化众生，只要拄着真正会相信啦，袂搁再怀疑，真正发愿啦求生，无一个袂成就。啊，一切如来。用说是清禅啊，咱看下面的经文，是个应当专心信修，自上率行，这两句经文要好好甲记掉的。这个摩尼佛讲的，都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这一生拄着了，拄着东胜成就的佛法，在佛法当中第一殊胜，何必这个更加殊胜？
然后泪珠盖。尾后，好劝大众专心信修，决定袂怀疑，世间的天人君子，拢会修到一生，袂欺骗任何一个人。也未欺骗啦，有情的动物，有风啊是大圣佛陀，伊哪会骗人？你对怀疑，那是你无福报啊！看来有福报无，专心。绝对袂怀疑，绝对袂后悔，绝对袂退转。我相信，我接受了。安怎接受？安怎相信？下面即句也着讲咯。你受持着相，依佛所说的行，就是认真去做。即句佛号，弥勒无间断，起心动念无妄念，起心动念，各句拢嘛是佛号。阿弥陀佛，咱就成就咯。我看下面四十五品。六六出经第四十五，流经流通，咱都头前有这篇的大意，咱看伊注解，本篇。了，东来经灭。现在咱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，经灭的现象。非以诸彼得了此经，之处必碎啊！阿弥陀佛，一万年，比你一千年。一起咯，咱现在是伫个这个伫个一千年的尾后，伫个一千年的当中啊。以后时间也阁真长，但是大神警告，这是随机一世咯。就这部经啊，这个法门来帮助万法众生。这部法一万年的众生往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成就大法啦。百岁即末法最后的一百年。大概只会当听到一句佛号，十分钟待到缘起品，这阵
风台光明，风水寺庙啊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啊，这是阿难尊者讲的。佛在恭敬进前，心内啊非常欢喜，正念言成色咯。会当坐一只日通的快车，尽数得救啊！这个言行色不欢喜，敢讲出这个法门。2000年来，伫中国，以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侪太侪啦。我无统计，我想，这2000年当中，念佛往生成就的人，总有3000人以上。言行色了，言为五年，像头前一篇在讲，这些人成就的人，拢是过去已捌供养过诸佛菩萨的呀。缘分深厚，人生得到人心，遇到这大法，得到过去啊诸佛如来的加持。这个接触就欢喜，会相信，会改，真轻念佛。佛号不离口啊，这个世界不离心啊。心想着极乐世界，啊，奉公，书是特殊，妙是微妙。阿难尊者以前啊，没看到，现在看到了，所以阿难向佛请教，今仔日为什么奉这种功？佛阿弥陀讲的进前，先对赞叹。这是什么缘分？阿难也无问，别人看到会着惊，无感觉。阿难看到了宁静，这光太好了，太微妙了。佛哪会放这个光？放这光什么意思？阿难一个问，这个阿摩尼佛就讲出。即破大乘无量寿，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可见即破经啊，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金爱三界，有尽光明为真实之理，这就是讲。佛为什么要讲这个法门？众生得多缘成色咯，而且是无比殊胜的缘。
为什么安尼讲？人都有分，这就是无比殊胜。佛的娑婆世界，在咱这地球上，换一句话讲，地球的人拢总有分。但是有咯，为万世间法门，都要对症落药啊。唔是讲大项拢会成就诶，那么对症也是有麻烦啦、啊。无对症诶时阵，帮助你做伊啊嘛，你会诽谤。诽谤性教影响别人，对这部经讲的产生怀疑，所以未当得多。你进入这个正道，你该对正道给有落来，你家己未当成就，你还佫予别人未当成就，这个故事偌重个呀！所以呢，我说这部经是回忆真实之理啊。那对象呢是地球上所有的众生，人类是主要的，真实多有成就的。耶罗马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，所以对于剃须刀诸佛如来也是加持，为誓愿持名上去极乐世界，所以太稀有了。我说出公台圆满安逸地界方便，第一稀有之南红发布啊，流通分内面，这阵果效无心。让你读古来看道难，哎呀，把握这个机会，机会恶度着啊！咱一个失人心，要去倒位去呢？绝大多数。是去沙漠道啊，但善道的人少啦。安怎成就？所以。这是第一稀有南红的发布，以提高将来不能发问不发金咯，到尽头咯，不停止一百年，而且先看我们不能发问拢总拢无咯，最后也过有一百年。这一百年当中，只有这部经啊。而且讲，这一百年当中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你听到这句佛号，
会互即句佛号感动。念佛啊，求生净土，也是会当往生的。真正是不思议啊！对无事经者，随意所愿啊，皆可得度。今夜不足无尽，不闻无极啊！真正是大慈大悲啊！闻得无量啊！咱来庆幸家己啊，这佛经所宣说的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殊胜妙法。殊胜妙法就是佛号，阿弥陀的佛号，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。是阿伽多药，阿伽多是什么病拢会当医啊？这个药会医一切病，没怀疑。未完世间法门，无一定讲对于你有利益的。结合你的根性。这个法门结合，普济众生，这个众生，包括咱在内，咱的生灵，咱不是伫即句以外，伫即句之内，因而你咱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阿伽多罗咯。来生啊，就未搁再去六道轮回。来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成佛了后，这个好法诸佛如来，应化蝶诸佛刹土，帮助佛接引众生，报佛恩呐！用什么方法报佛恩？我相信，拢会用一贴，普济众生的阿伽都有。啊，就是讲，咱实现种种无共身份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必定啊会为众生说无量寿经，甲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庄严，介绍给大家，引导大家，信愿之名，有生净土，这个报恩啊！了这句发灭之罪，众生业障弥深，也是会当用来这个法门。你度生死，超越生死轮回，
咱也会记你啊。有限书法这个方法，究竟方便，不可思议。咱看下面第二段，是第六处境，经文有三段，第一段我是求生不疑，困难不能怀疑。我还希冀求生净土，就是咧讲咱现在啊，咱现在即刻无哩佛的佛法希冀，咱求生极乐世界会成就未？会啊！不讲啊，我今为诸众生说出经法。令见无量寿佛啊，就是咧讲这部经，这部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到处宣讲，蒙古的金教授甲我讲，蒙古文大藏经内面无量寿经有十几种版本，所以我知影讲这是释迦牟尼佛。到处宣说，到处宣说，真少有这款例。佛通常只讲一遍，无讲过第二遍。唯独这部经到处宣讲，希望咱啊以这个经来教诲啊，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无量寿佛。及其国土一切所有，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啊！无得以我灭道之后，复生极乐。千万唔通极乐啊！极乐就错咯。让乐主开，咱念一遍。人间无量寿佛，有其国土一切所有，即礼佛献供品来对，极乐意境一切所有，以佛为力，如对目前，这是佛力加持的，大家看到了。会中大众，人人皆见，以此圣言，即令会众升起实信，复因弥陀为德加持，会众善根，世界真相，故闻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。会所来对讲，所当为者。为往生愿行者也，皆可求之啊！所当为者，应当念佛求生净土，一定会当满愿为落空。啊！比如说啊，后面这段灵顺佛经高德之啊，大悲佛随解惑，现记
真珠见闻，你看到，那个未相信呢？哦，不可有分别多傲，我叫落以净净土法门，而生离邪。我讲这话，即阵你在世时阵。大众听佛的讲，无量寿经，讲到这地啊，但今仔日就是分别多了后，分别多了后呢，照中国人的记载，三千多年咯。分别多了后，三千年，咱拄着，有怀疑无？当然有咯，有，这会当原谅的。在这一生当中，有缘有未少的，念佛的才会大德，在家出家。尽管其名，甲咱表演，甲咱喜欢，啊，偌多有的时机，走个真吉祥，走个真自在。啊，互咱看着、听着，逐年拢嘛有，毋免讲别个，现在一个道场，逐年拢有几落往生的，有最有十几个人往生的，随上拢真好啊。有的时机，到的时阵无病苦，无死苦。这些人拢会甲咱做证明，咱看到爱相信，所以呢，千万唔通讲对。叫做以净净土法门复兴离邪，这就错了。如果咱拄着这款的情形，要安怎？恭恭敬敬读经，读经开智慧，读经得到三宝加持，增长你的信心。或者是一个往生的人啊，你有缘上往生，你会看到伊走的模样。有病呢，啊，伊无病苦，往生咯，相貌端正庄严。无思想啊！一般人死的时阵痛苦模样，甲这个世间难分难挂啦，苦不堪言。伊无啊，往生的人拢嘛是非常的自在，非常安详，做好榜样互人看。下面的第一段，祖敏老经八岁，的佛讲的，从来之世，经度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，得了诸经
举箸灭水。咱看念汝注解，往来经灭者，先道大师云：安尼三不灭，此经自灭连。先道大师这两句话讲啊真好啊，当了时阵的人，咱净土宗第二代祖师。第一代慧远大师，第二代呢都是净土啊。晚年念佛求生净土，真正往生咯。啊，伊老大人对这段经文跟我们说，佛法一万年一万法，三宝灭了，佛法灭了，三宝是佛法经，在地球上无了，但是无量寿经也在的。过一百年了后，无量寿经嘛无了，也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大概嘛是主百年。过一百年了后，这句阿弥陀佛也听未到，无人在念。这个世界一切状况啊！咱啊，可想而知咯。下面讲，净念、道场、诸恩、以及法诸、蒙师、诸师同志，这是净宗的大德，古今大德，甲善道拢嘛是同一个看法，同一个讲法。所以同志啊，净念所闻，从来之世，经道灭者，不必未来发灭尽数，即刻净化。有五百年，中华千岁，万华万岁，一切皆歌名为啊灭尽。但是英雄法师，故法诸己只为增加七万岁后。啊，自己内底有这段话讲：人寿极短至十十岁，刀兵劫起，这是劫啊！这代志麻烦啊，这是大灾难啊，刀兵啊！那像最近我有听讲，这个世界上有恐怖分子，唔知伫什么时阵，唔知伫什么所在，无故来杀人，手段真残酷啊！现在开始有了。到迄个时阵，人甲人见面，大概拢是背枪啊，看啥人背较紧。互相
无缘无故啊。彼此无往来也无熟悉啊，武器的发展越来越精密啊，没讲以后，现在咱都已经感受到这种的恐怖了。换一句话讲，现在人活在世间无安全感啊，这是真的啊，这不是假啊。佛法不是渐灭，正是必随后。十六大阿罗汉如诸观受方来临终，这个牟尼佛发挥来临，十六大阿罗汉，咱的四分内面有念记，甲伊的观受来到人间来咯，来这地球来咯。形容演说无上正法多无量种，这个言真殊胜，真特别。乃至此州，灵修六万岁时，无上正法流行世间，自然不息。至七万岁时，因头颅顶。十六大阿罗汉，无住观想，一时孤立，无有涅槃。应行法师讲啊，当临修七万岁时，无上正法弘扬灭佛，故闻经道灭尽。前面的两种讲法各具意义，拢有根据。蒙西大师看法，前途大师弥陀垂迹，诸恩啊观音化现，所解不清，以为异禀。这句话重要啊，可以帮助咱解决这个问题。前途大师呢是阿弥陀佛再来，弥陀垂迹，你们人真相信。唐朝迄个时阵，日本真侪留学生来中国来留学，出家人个玄道大师啊，伊对玄道大师非常的崇拜。伊日本四国，你拢嘛会看到寺庙有玄道寺，玄道寺内面确确实实佛塞玄道大师的像。雕像啊，塑像，你中国真少看到啊，在日本真普遍看到。主恩，观世音菩萨化身呢？主恩是化像，为什种个慧基大师、圆宗大师的弟子，观音菩萨化身。因的注解呢，咱来重视啊。啊，做咱的依靠。故蒙西大师意思，接触经文。
永安先祖大师之教，祖传心事，直流出金家正言所讲，非以慈悲怜悯众生，故发灭后独留此经，得水最多。以此经中开始净土，令人求生，故偏留之。这是慈悲教啊，极处了。大涅槃经显示佛性啊，圣人性运，为是性灭。诸经加人严苛求乐，这番重要，为是后灭。所谓诸经加人念苛生死，孤独留志啊，有最后之必然救度众生，只有大涅槃经及修楞严经显示人人本具佛性。乃性教中啊，深浅之法，无后物事，众生滚落，无人能晓，是故生灭。诸无量寿经教人厌离娑婆，因无极乐，乃救济凡夫之要法，是故后灭。这段文呢？咱讲个一明白，真难得，真难得啦！一明白，我为什么有生灭，有后灭？一般人拢知影，佛经当中讲法灭，楞严经头一波，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是最后。为什么这段的甲咱讲清楚、讲明白？众生的业报啊！正法相法，众生拢会当遵循佛的教诲，唔敢做恶业。本性来，会当修持大乘佛法，佛讲了真正多的经论，到相法，到末法，一代就不如一代了。现在是末法，一千年过去咯，末法第二的一千年，但生在这个时代，有法什么情形呢？咱心内真清楚，真明白。但是啊，像世尊所讲的，那也阁是过去生中捌供养无量诸佛，拄到这个法门得佛的加持，因信因愿，经发愿念佛求生净土，大家拢会当往生，这句话重要。希望咱会记哩啊！啊，法啦，唔是讲遐尼容易拄着。今仔地球上70多亿个人，一生看了这部经诶，听着讲诶当中这段非常稀有难逢，咱来珍惜，决定啊！唔当空过，
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点。